你要是那么老弄好了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都是来听我。下不下？好。今天诗词一把，吃猪脚。大家，我是三哥，家里猪脚饭家庭版的，赶紧来试试看。食材和调料就是这些，打在屏幕上。这个猪咖包，冷水下锅焯水，猪脚煮开焯两分钟，倒出来刷干净。一个血条来水油白，好。起锅烧油，炒糖色，一碗白糖，半碗水，再来几滴油，大概明亮一点。新卤水又起一点糖色，如果想要方便一点，也可以直接下老抽，这是高烧的状态。再炒一下就拔丝了，再炒一下就变成糖色了。这些火就不要开太快了，越来越深，热要擦烫成不？哦呀，这里擦还没好，相信的话我好了告诉你。好，炒太过火会苦啊，炒不够的话颜色出不来，看到没有？这个颜色欧罗欧罗的哈，炒到这样子，加开水。这里是4500毫升的水，把咱们一碗糖色倒下去，再来这一点葱油、姜片、洋葱、小葱段。你们吃豆腐好吧？好。会胖不？好。我问我拉了南崩好嘞。好嘞。你这搞叫料切包切包哈。当我卤煮就对了，南街生涛卤料包落吧，撕开就可以用，非常简单方便。我自己的卤肉店就是用这个卤料包，可以家用也可以商用。洗衣油、鱼露、盐，等一下我把详细的配料写在视频后面，大家可以截图保留。煮五分钟，把它煮出味，再把猪脚放下去。哇塞！煮开后转小火焖煮2个小时。三哥拍了快5年的视频，每天都在用心分享这样的菜，大家有刷到视频记得帮忙点点赞。翻一面，这猪脚是熟的，但是不够绵，要卤到它很绵。有时间的就慢让它小火慢慢的去泡卤。卤久一点，卤到它入口即化的那种，就非常的香。肚子饿就高压锅快一点，中小火煮了2个小时，看这个肉摸起来这样烂烂的，西高香虎落。这个硬结的蒲香虎，这个不要卤太久啊，卤太久的话比较咸一点。哎，今天找碰针的哈，猪脚让它卤来腌一包酸菜，洗一下没有那么酸，再把它切成细丝。蒜蓉、姜、小米辣、白糖、香油。几滴辣椒油，喜欢吃香菜可以加几条香菜，唔可以唔得唔。再来炒一点自己喜欢吃的青菜，蒜蓉，来咯，盐这个，落啲呢河捞咗哈，出锅，食得卡饭喂，咩声呀？啊冻啊，得卡啲捞啊呢冻啊，真好食。哇，得卡啲捞啊呢，咚咚咚咚咚。跳舞啊，你试一下，大家吧，好好，我就给他骑着我买。我们家摄影师要吃肥的，再来个瘦一点，点酸菜，再来几条叶菜。如果去外面吃的话，他会加一点菜包油，加一点卤汤，冇咸哈。你这早上吃袂饱，吃得较笨。你那是那么老孬的？哇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都是来听我。阿米阿尼阿东尼啊！阿尼啊！阿米啊！阿米，我饼。哈！这过年了，得给二哥吃，这是啥？